ในเขตค่ะ今天有朋友会来吗？等一下，我先生会带两个小孩过来。是你的孩子？嗯。刘老师，你现在在做什么职业？因为录进去啊，你现在讲话会录进来啊。可以了，嗯哼，好，那个可以拿下来。现在看你正式的成绩，嗯哼。如果没有中度异常是 OK， 好，可以好。轻度异常，正常的，肝功能正常，胆功能正常，胰腺功能 OK， 都不错，有数值都蛮不错的，肺功能、肺活量很小，你的记忆指数中度减退，还是你最近压力大了是不是？有压力，嘿，脑部有点缺血。骨质疏松，中度异常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血糖检测，钙是中度异常。维生素 E。这几样，几样中度异常这样子。比我们还多，项目还多，因为你压力大、啊你妈妈现在是无忧无虑。嗯，那做两个比较好，对，上可以先感应出来，跟下一次嘛哈，八月，你现在是八月份来做了，对呀、啊，久了，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才是昨天的事、啊，因为上次是带妈妈过来嘛。嗯，你微量元素是有改善那个钾，之前有钾嘛，钾的问题现在没有。嗯哼。维生素 E、氨酸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那泛酸，像泛酸这个也改善了，是有改善啦。嗯哼。基本上是比上一次好像好。项目比较小哈。两个。小两个。皮肤对，少了两个，一个是泛酸，一个是钾。所以你是有进步啊，哎，有待继续努力。可是蛮多的是中度异常。哎，对，就是说你之前有这种现象，那目前改善的，目前这个像脑神经这个还没有很好的改善。嗯哼。哎，有
差不多，但是只有钾跟那个泛酸两个都不见了。嗯哼。Q10 这个不见，对，所以还是有进步两样。嗯哼。这样子。OK。好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在里面。好。有进步，身体要是。